有想过，对你而言，你、我还有陈在天，我们三个人到底算是什么？小姐，我们是南极分局的刑警。那请问你一下，刚才失踪那个老太太现在人在哪？你们有毛病是吧？不能是把三十万老太太绑回来吗？集结学长他妈的，奥利说用尽全力来保护他。我相信陈老，你相信那家伙？是他们会长的女儿哎，他差点把我枪杀了。我就是相信。是你救我的吗？我记得有一个人把我扛出车厢，那个人是你吗？警察救人本来就是应该的。不喜欢就行，他们不能承认了。对啊，我就喜欢那疯子，怎样？好，我一定帮你把吴英雄给追到手啊！喂，哪一天？你为什么先走啊？你现在才回来？一定是看到什么东西了，才跑出去。今天没有给我打一桶吗？你今晚上睡这？你找死吗？很早啊，英雄哥，我查了警察。我真的巴不得把我老爸还有这些叔叔哥都抓起来，可是你以为这样就天下太平？又不是你救过我，根本就不可能喜欢你。救你的人不是我，是沈在天。英雄真英雄，不要这样对他好。那你呢？我早上对你都无所谓了。我真英雄啊！你怎么是这样子的？你要让你对不起你，以后我还要害你吗？陈明是你的朋友，我当警察不是为了帮朋友，是为了维护这个社会的正义。黑道有什么不好啊？我不是针对三联会，我只是就事论事，反正重点就是找出痞子。那我用我的方法想要找到我关心的人，难道不对吗？我在乎你，也在乎英雄。你已经经历过这么多事情，尽力再找一个像这样的朋友，愿意为我们付出这么多。I'm sorry.